哇，看看这路上都没什么车，因为我是错峰出行啦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因为星期天需要买票，所以今天的人特别少，而且又是下午。五台山，我来喽！临风胜境，这个"风"字的写法是康熙爷所创的。看看这都是出去的车，都是回的车，就我这往前走的车，目前这小车就我这一辆，没人来了。这个时间真的是没人来了，哈哈，这星期天的人真是少了。今天的住宿肯定很便宜，1:10上的高速，现在3:10，2个小时，一下也没有停。我的水就在右驾驶门那边，我都顾不上喝，我就怕来的晚了又有什么变动，被这个堵车吓怕了。早一点来，早点打算。3:10，我来了。饭还没有吃，直奔售票大厅，先把门票搞定了，确定我能进去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我不用在这里停，我可以拿着我的证件直接进，直接开车进。我不是不知道。这一路上最辛苦的就是我的这辆小爱车了，我用这里的圣水给它洗洗疲惫的灰尘。看，看，我游泳的拖鞋一直在车上放着，这下卖派上用场了啊！我感受一下这个圣水的清凉，哇，就是凉了。这比我们的汾河水凉多了，其实也不是凉，它是一种冰的感觉。哎呀，就跟咱们在冰箱里冰了的水一样，就跟在冰箱里冰过的水一样。哎呀，不行，冷了，冷了，冷了。那后生一直在里面站着，站那么长时间了。哎呀，冷了，就冰水的那个温度差不多。对，没事。那个后生真腻了，在水里面站那么长时间了。啊，我怕把骨头挤坏了，我上来了。